染咗一头金发嘅魏俊生呢日现身一个户外活动，获大批 fans 到场支持。Jeffrey 当然有献唱翻几首歌，满足大家啦。走在阳光下，和河流在对话，不必找解语法，何飘躁都有把，如同掘了精神全收下，到大了要让我如选到惊讶，从前被表这么美吗？用世间低估你，但我真的喜欢你，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，唯一世间挖苦你，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，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。若世上有唱得一位，可以追捧我只要你。讲到日前出席大型时装品牌派对 ，Jeffrey 当然都有趁机喺现场集邮啦。好开心 ，Farewell。同埋發哥，發哥真係哇，好正啊，好 charming 啊，跟住同埋嗰個笑容係十分之，哇唔知道，融化我的心。你點樣鼓起勇氣，或者已經好自然咁即係行埋去集郵咁樣？嗰陣時有個位嘅，發哥就好友善咁幫我哋揸機就自拍，咁就第一次有呢種自拍嘅感覺，所以覺得幾開心。會唔會有個 bucket list 係真係好想同發哥合作電影？哇！如果有就梗係梗係好啦。但係嗰日同你啲 friend 一齊去好開心啦，同阿 Tyson 同阿健康嗰啲。係啊，我好開心喎！啲人見到呢個四個人嘅組合，原來係咁咁得意嘅喎。Jeffrey 早前踢爆 Eden 女將安考到車牌後立即買車，其後 Eden 上載自己揸車影片時就 #豬隊友們輪流爆料，唔知 Jeffrey 有冇留意呢？唔係好似我。咁後面有睇嘅，好似有幾位啊嘛，咁好彩啫，即係好彩有人陪，係咯，好彩有人陪。冇，但係見佢都幾咩啊？幾自如，好自如喎、啊！你幾時再考啊？唔係咩再考啊？我等未考啊！幾時考、啊？情人節啊，2月14啊。哦。咁如無意外咧，2月18就應該有車牌噶啦。咁就即係大家公路上望到我就先 high 咯。出席活動的還有 Serenie 和吳可欣， Serenie 成功打入叱咤我最喜愛女歌手五強，她就很謙謙地說有這個成績已經很足夠。但我也很害怕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的風格或者音樂未必是大眾很接受的，我很怕如果我拿獎就會隔離屋那些就會說蛤你也拿獎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其他的演出嘉賓。強已經是啊，我很想五強止步。我很有自知之明的，因為我唱歌呢又沒什麼氣，又文字又比較古怪複雜，我很知道自己呢是 belong to 一些什麼場域，只是可能最近我跟很多不同的男明星玩得太開心，那些人以為我很 pop 而已。多謝大家的寵愛。吴海欣啱啱同1935演出完舞台剧，佢哋喺剧中扮演夫妻。原来落咗台之后，佢仲见到老爷奶奶添。见到啊，1935妈咪都要揾你影合照。我系啊，其实喺后台都见到佢啦，我系直接叫咗佢做奶奶嘅，因为我喺个剧里边咧，阿三系我老公啊嘛。咁但我有啲唔好意思嘅，因为喺个剧里边我系系咁揶揄同埋嘲笑我奶奶嘅，所以我都有同佢道歉嘅。我話奶奶唔好介意我咁樣喺台上面講你，跟住佢都好玩得咯。有冇封利是俾你？佢準備㗎啦，佢準備㗎啦。我話有下次啦，如果我哋有二啊三啊嘅時候咧，又再邀請佢嚟咯。大家好開心啊！佢哋有啊，佢哋好代入到個角色啊。老爺都有嘅。有啊有啊，佢都有同我影相，好似有張全家福添啊。